这次轮到前鬼方大天狗出场的时间了，偷偷跟随队长来到他的老家，但竟然突发白潮危机。喂，还有能假扮成我的怪物？霍尔队长身陷包围，赫尔戴士兵们无力抵抗，但是不必惊慌，英雄可不可以临阵脱逃？我将以神威形态出击。 力量在不断涌上啊！还有棒！前鬼方超级变换形态，现在没空陪你们玩，吃我一炮！让我看看是谁敢不过我！我要开始认真了，一枪一个，火力全开！ 现在可没人抓得住我，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。新章天阵理论，前鬼方大天狗三上，这次我可是动真格的。本视频由神空之眼赞助播出。嘿嘿，让我看看是谁在唬唬我。啊！前鬼方大天狗。 英雄都是最后才登场的，前九就现在后背。明明应该很习惯和你在一起了，但现在还是感觉有点紧张呢。嗯，你好像比我还紧张呢，心跳也很快，是想和我说什么吗？啊，怎么突然说奇怪的话？ 像公主一样，那，你能成为我的骑士吗？那个，由我来担任您的专属女仆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请随时叫我。哦，蛋包饭是吗？我明白了。 举步向前的阶梯。 也是落英之计了。抱歉，我回来晚了。风前方天狗现在申请归队。